谢谢德佑老哥的木马书，谢谢老板。这老板怎么这么多呀？都喜欢消费的今天，啊，什么好日子？今天老板好多啊，都这么喜欢消费，谢谢。我操！谢谢西西开通的守护。我操，兄弟，我不是因为你开守护，是刚刚看到的弹幕，我必须帮你打把大师局，兄弟，把号发我，现在立刻马上。我还给你上个粉钻，开守护永久粉钻。我不是因为你开守护，兄弟，真不是。我是刚刚刚好看到的弹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先发个私信先。那个，你发照片我大区给我大师局是吧？没问题啊。现在切出来给你发个私信，好吧？谢谢你的这个守护。不就一把大师局嘛？现在就发号，兄弟，打完就先给你省上。往上升。哎，中路打得很激进，好像有机会哦。我觉得先抓不中吧。看他们这个状态，卢锡安好像是要来硬的了。来，兄弟们，绕一圈。怎么开守护你也开啊？前两下那个我的主播名字旁边啊。老妹啊，真的听我一句劝，真不要，我跟你讲，不要为了这种人取这种名字，不配，好吧，真不配。你也想开守护啊？真不配，直播间这么多靓仔。以后咱们直门兄弟看到你前男友，我帮你揍他啊！打不过他揍我就躺地上，让他赔钱，没事。哎，没事，他俩抓不到我的，干嘛？没事，他急了，一个烟雾弹一放，对面这样吧，说实话，纯白给，看到了吗？纯白给的。纯白给，是不是血赚？血赚不亏啊！对面急了，这太急了。马家这么细狗，你敢打我吗？你打我就往地上躺。啊，你敢吗？啊？我还美滋滋，我还不用上班，我还能躺在床上还收的米，还不用上班。还是因为被打啊，还不会违约，哎，快来打我兄弟，刷个下班，哎，试试我吧。我觉得卢锡安真的好想抓他呀，这人看着就很嚣张，看着就很嚣张。莉莉亚下半区没了的，为什么？这是个刷子打野，我们的下半区刷新了，他的下半区也刷新了。所以说我们过现在才过来的时候，他其实应该刷完，现在应该在上半区了。你们平常找打野位置就看他野怪哪里有野怪就很简单，现在打野都是哪里有野怪他人就在哪。你看是不是他下半区刷完，然后是不是刚说他已经在上半区了，现在从上半区冒出来了啊。他上半区野怪还没刷新，三狼还没刷，就我的三狼刷新，他的 F6 也刷新，杀牛总，牛总怎么还有闪现啊？杀！不要给他续被动啊！这波细不细，兄弟们？这波细不细？很细节吧？你如果他被动续上，你是追不到他的，四层被动跑很快。但咱们就细节往后拉了一下，他也往咱们脸上走了一步，然后又被动没打到，他就走不了了。这把出穿甲流了，穿甲流。这波可以直接开火龙了，帮队友先把小龙拿了吧。捞眼河蟹，河蟹捞走这里。有河蟹偷龙是偷龙分。
对面有河蟹，偷龙身是最好偷的，因为对面会有一种心理暗示，哎，这里有河蟹，没看到对面的人，对面不会偷的，会有这种暗示的。堕落，好兄弟，我记住了，等以后我发财了，好吧，我送你辆劳斯莱斯，送你上海一套房，送你500万，兄弟。今天你卡了我牌子，多看我直播，以后等兄弟发财了，不会忘了你。上海一套房，每人一套房，每人一辆大奔驰。牌子高的一人一辆，哼，一人一辆劳斯。低的就一人一辆奔驰，人人都有。先锋都有，先锋马上刷，那咱们往上也去靠吧，往上也上也去靠，往上也去靠。他们这个不能越吧？哇，这个拉扯，哇，哇，哦哦，换了。哎呦，还哦，反了我上半区，走，17刀的莉莉啊，这波咱们有红 buff 的话走不了，弄他。吃的舒服不？一炮送你回家。好，反莉莉亚上半区，那他上半区红 buff 是一定在的，一定在。他还把大招给交掉了。这哥们，什么刷野路线呢？摸不透你啊，真的，这是真摸不透他。这什么帅路线？完了，灵异事件，反个 F6， 这个不过分吧？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哇，好游走，再拿先锋。那这波他们打野肯定在下半区啊。61个刀，河蟹应该要丢。扎克现在不对线了，就游走了。不要打了，等他刷眼睛。哎，等他刷眼睛就是呢，你能。就惩戒都不用交，明白吧？他一个眼睛1000多的真伤，我们打到1300左右停手就行了。因为我跟你讲，1300你如果继续打，打到900交手，你还要多一个几下，耽误个3-4秒，还要浪费个惩戒。但其实停手等个3-4秒，他眼睛都出来了，就 A 个眼睛还可以省个惩戒，还能避免被抢的风险，不用拼宠 A 眼睛直接拿下的，眼睛比惩戒的斩杀性要高，所以说你更多的时候选择等眼睛，不要去 A 他了。他打的1200以下好像就不刷眼睛了，1200以上1300就会刷眼睛出来给你。刷完再回吧。这扎克又干嘛？上单。哎呦。也行，他这几波游走还是做到了射的。麻烦不断。Shut down。这版本不买幽梦了，幽梦削的太多了，买星石吧。买星石，买星石。还算是旧账。
分米，感觉可以哦。 追，追，补来一下伤害，敢上吗？走了走了，这再不走就过分了，再不走就真过分了，差不多了。 反野怪，反野怪！这兄弟们太过分了！哼！灵动的炮呢？ 又是一炮，小龙，过来，维恩跟卡莎都带下路，那条小龙咱们偷掉了，回家。这波不去了，真不去了，下面四个，我要回家买装备了，钱太多，钱太多了。 没必要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修们是咸重，连到吃咸重，但吃甜重的人，我发现真的好多呀，好多人吃甜重啊。我个人是更喜欢吃咸重，但我小时候也是甜，我这边是甜重、咸重都包，啊，都做。以前甜重和咸重都会包，我都吃的。 但到后面长大了，我发现好像咸粽好吃的就更好吃，但是不好吃的咸粽太多了。甜粽真的很多人吃，都是蘸那个白糖的吧，兄弟们？是不是都是蘸白糖吃的？那个甜粽子。 是不是都蘸白糖？有没有蘸那个红糖的？拜拜。喜欢拉，哎，哎。 不是，我们这边包的那个甜粽子不是里面红枣的，我这边甜粽是什么呢？它是用那个米嘛，直接包出来一个就是纯粽子，它就是从粽子里面也没有什么你们说的红枣啊，没有那个什么红豆啊，它是就是跟肉粽一样，但它包出来是没有放盐什么的，就是一个纯的粽子，然后用来蘸白糖吃。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甜粽吗？ 就是这样子的甜粽啊！你们怎么还有这什么枣啊？直接一枪做掉。对，中间是没有线的，然后就是蘸酱嘛，蘸糖吃嘛。 也去刷完，哎，都到这了，发个上天视，弹幕模式啊，弹幕模式大家可以发个弹幕，抽个红包啊，抽个粽子吃，兄弟们啊，抽个粽子吃，抽个粽子吃。
给大家请大家吃个粽子啊！发弹幕模式，弹幕就能参与了，兄弟们。好吧，扣波六啊！参与上电视的粽子抽奖，抽个红包，吃个粽子。先锋拿了，这把队友好猛啊，好猛！啊，大家可以看发个弹幕参与上电视的红包抽奖啊！这把都不用我们出手了。不用我们出手，看来还是要的。我从千里之外拯救你，你居然就这样对我。回家买个黑切吧，过分了，这兄弟过分了。13、15+3是45的自动结束。小龙吧。推下，推下路，下路有外塔，我们这时候中期哪边有塔就往哪边推啊，不要直接上高地，没有大龙 buff 是很难上高的。一炮双下，给不给兄弟？可以啊，喷他 Q， 喷他一下，好喷这一波，这波五杀很有质量啊，很有质量，相当的有质量，相当的有质量。呼，漂亮！三连四还有6分钟啊，发个弹幕，兄弟们，发个弹幕就能参与了，啊，发个弹幕就能参与了。主播送的粽子，为啥一应全神？因为我怕他万一有闪现，万一有闪现往后拉一下，我怕他有闪。就一下就紧张了，一下就紧张了。刚刚那个大四号有没有发 ID 给我啊？就是那个西西啊，西西。伤害，哇、哦！一定要这么暴力吗？刘青云，还有比南枪刷的更快英雄，比南枪刷的快的英雄那真的太多了。南枪刷的其实不算快的，南枪刷的不快，只是看我现在这么好的装备才什么，哎，刷也那么快。那你想，别的打野这个装备刷的只会更快的。主播想给你送铁钻贤种，真的要给我送吗，兄弟？
啊，这样给我送吗？我也挺想尝下你们那边的什么粽子啥的。 追！哇，可惜，应该差一滴血 ，WR 打出来了，星石都触发了。冲啊！ 我的好点哇！我这个烟雾弹真救了我们 ADC 一命啊！威恩都要 A 出来了，一个烟雾弹，哎，还是死了。 杀！枪！我掩护你。 都要交3000多，看来对面压力真的很大。走了，蓝不多了，主要。对，我是虎牙新主播，今天刚直播，兄弟们，如果新观众没点关注的，帮忙点下关注啊，点下关注，关注订阅在右上角，谢谢。新主播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鼓励，多多鼓励，点个关注支持一下，免费的。 上电视是新主播给大家抽的一个免费的粽子啊，一个红包啊，大家可以发个弹幕参与一下，好吧？点个订阅，中奖概率直接翻倍的，这个是真的啊！点个订阅，中奖概率会翻倍的，好吧？回家补个装备。新主播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，兄弟们。 给你，给你。一波他们。 老李，开炮啊！老李，你倒是开炮啊，老李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我看这个西西有没有发好给我，西西。